这种情人终于成熟的多心人，今天是多为那日子的人，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它明天为你升起，点上蜡烛燃烧起心事泪茶的你，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，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，生命期待爱你永远不上台，跟我们同学们一起合影，欢迎。
们校长邀请我们所有的指导老师一起来合影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指导老师们不要客气哈，到台上来跟我们这些同学们热情展现的同学们一起合照，跟我们台上所呈现给大家的创意料理的结合。来，我们刚刚有唱到名所有的指导老师一起到台上哈，谢谢。那我们同学们可以来摆一个最棒的 pose 来合照一张哈，好，由我老师来指导一下。好，我们校长在正中间。那么也欢迎各位呢，可以加入我们达德商工餐饮管理科的行列哦。那其实呢，一技之长在身呢，真的非常的重要，将带给你未来就是不用怕，但是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。手上呢，尤其这个烹饪哈，在这个餐饮管理方面呢，未来是一个时尚的一个选择趋势，所以大家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达德商工餐饮管理科。我们旁边的即兴跳小苹果的都可以到台上去一起合照哈。我们站就定位，拍子举高，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摄影机。来，我们说达德商工，大家一起喊赞好不好？达德商工，好，看一下正前方，耶，谢谢，都拍好了没？谢谢我们达德商工所有餐饮管理科的同学们，以及我们所有指导老师，也谢谢我们最美丽的许校长，谢谢，谢谢校长带领达德商工同学们非常热情精彩。